本分局在2011年6月3日凌晨2点多接获报案，在枋山乡台一线454公里处发生一部自小客车与一部大型重机交通事故。刘姓骑士骑乘大型重机沿台一线南往北自成功路口回转时，与一部自小客车沿台一线北往南方向直行的车性驾驶发生交通事故，自小客两人轻伤，大型重机骑士伤重不治，双方酒测值为零，全案依过失致死罪函送。肇事原因警方正在厘清中，在此呼吁用路人于路旁起驶回转及横越道路时，请礼让干道及行进中车辆，尤其夜间视线昏暗，行进路口时应注意左右方来车。